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2点到4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边悲伤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在全世界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138。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定青的电话，台北公里29771138。今日讲个闹小个有烧声吼，小看了吼。来，咱这个电话永远是活动树林定青的电话吼，台北公里29771138。来，咱来看一件这个医药消息的啊，维他命哦，咱所知影维他命，即马大家拢知影维他命袂歹啊，啊，所以吼阿宏电话伫咧讲啦，专家咧讲无一定对，无一定对。啊，所以你啊看伊这個。伊这报的人吼，拢讲咱人民拢爱食就对，无论啥物啊，拢爱食就对啦，包括食药啊呢啦。啊，实在是吼，迄是有的过去医生伊这个推荐呐，是毋是？即马电视你做咧啊看，欠维他命对不对 ？B one、B two、B 六、B 十二对不对啦？是毋是？啊，啊你来迄个。要补钙，你就爱食迄个钙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这是医生、护士，唔是护士啦，营养师所推荐的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你甲看，来，我看伊的这个开头。所以阿宏在讲哦，就是讲你爱注意啦，那无吼，你对人一窝蜂哦，你家己讲安怎死，你都唔知影，啊。
那么吃维他命对身体好，打一个问号啦。美国专家伊伫咧讲啦，无路用啦，吃维他命无效啦。那么美国专家伊讲啦，维他命吼无效。啊，咱这边的药师讲哦，无完全啦，啊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台湾的药师伊讲啦，维他命适量。诶，这个摄取吼，补充营养，啊，那药师伊伫咧讲啊，啊，这个生活饮食正常，食维他命无感啦，哦，无感就是讲身体呐正常诶，食维他命无感觉就对了，吼，啊，来，咱来看内容吼。台湾人真爱食维他命，即句都唔对去，阿红拢反对。台湾人真爱食维他命，食维他命是医生啊，这个营养师推荐的呢，啊，无倒一个爱去食，啊，了后吼，发觉讲，哎，补钙补迄个钙，迄个欠钙补钙无效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会引起副作用啊，对不对啦？即马讲啊，你都要食综合的，即马医生拢推荐综合的。现在医生都推荐综合的，包括啊一些这个营养师也是同样的，哈，啊，就跟我们会改你，啊，是怎样，我常常在讲，专家在讲的不一定对，来，咱再继续，一年甚至可以吃掉超过20亿粒，由于现代人生活和饮食不正常，基于保障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心理，不是啦。咱过去，哪有咧讲定定咧食药啊？要是阿宏细汉的时阵，他有咧医生，他有咧讲食药，有病才去咧看医生，才咧食药啊啦。普通时啊，拢嘛爱三顿爱顾好饱，食好较营养的，较早安怎？较早拢食无营养啊，对不对啦？要食肉，拢都爱食鸡，拢都爱等拜拜，对不对啦？祖先做祭啦，啊，地方的这个，算讲生神明生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甲什么生日啦，啊，甲迄个奉请啦、喜事啦、丧事啦，拢食较好，剩的哪有？啊，所以我常常咧讲，这专家拢咧讲，你爱注意啦，啊。谁那会去吃营养？嘛是医生推荐的，讲啊，你欠什么欠什么，你来吃什么呀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甲伊，你啊看，伊有一寡药厂唔做遐的，啊做遐医生就推荐遐的嘛。医生看病人是安怎看的？靠药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了解你欠钙，叫你补钙，较早拢安尼哦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我比较啊，较早哪有啊？较早阮做囡仔时阵，他有啥物维他命无维他命啊？是毋是安尼先？三顿食饱拢上好啦，较早许多人拢嘛咧讲，三顿食都上介好啦。嗰个啥物维他命，较早哪有啊？了后就毋是啊，了后教育就无同款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常咧讲，这政府啦，这专家啦，这个拢爱负责任。大家变到安尼啊！啊，什么时阵啊补充家己健康的这个心理啊？数量啊，搁会时阵啊持续往顶头咧增加啊，就是你无看，咱看这个新闻电视有无？你啊看，你啊看，伊看安怎咧讲啊？不过，的时阵啊，美国专家研究却认为啦，食维他命并无预防疾病，或者是减缓慢性疾病恶化的这个效果了。人个哦，过去美国我有看一节些新闻啦，人个维他命哦是讲骗迄个病人，哦有话讲啊，伊都检查都无病，啊无病你呐安尼哦好啦，我都创一寡维他命互你食呢。表示讲啊，这个药啊，
迄个美国伊有着安尼咧实验嘛，结果有一寡就是成瘾感觉人哦，有较好，有较好，啊，其实咧是维他命。台湾人一年食掉超过20亿粒的这个维他命，唔管讲是食安心的，伊也是食健康的。但是现在美国研究推翻了大家的这个印象，唔是推翻大家的印象，就是恁这医生啊，恁这的什么营养师啦，拢讲啊，你欠什么欠什么，对不对？你爱补什么补什么？啊，当然啦、啊，补什么补什么，都药房的都有啊。啊，头家。哦，迄个药师啊，请教一下。啊，我会声医生讲欠钙，啊，但是啊，来食这個，这个补钙，对不对啦？啊啊，药师啊，啊，我都医生讲我吼，这个脚较无力啦，啊，讲爱食较营养的，啊，我请问要食啥？后来这维他命 B1、B2， 我是安尼，拢安尼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，看到这种新闻，我就感觉真愤慨，真愤慨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佮你做下看啦，欠钙讲爱食牛奶啊，啊，你敢知影食牛奶会漏屎？你敢知？你敢知？嗯。那么，食维他命对健康根本都无效啦，无迄、那个。无影啦，吼、哦！并开记录，看看咱台湾人啦、啊，吼、哦！用食无够啦，啊，搁用啉的啦，吼、哦！你家想看卖啊，包括即马咧推荐嘛是安尼啊，什么优酪乳啊，什么啊，对不对啦？吼、哦！你出去家看，拢食咧推荐的就对啦，啊！其中的时阵呢，伊对神经痛啊、甲疲劳有效果的维他命 B 为大宗啦，我都有讲过 B1、B2 的，对不对啦？啊 ，B6、B12， 对不对啦 ？B12 是咧顾目睭的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那么其次是补骨头，也即个钙啦，哦，我都也嘛讲过啊。搁再来的时阵呢，就是会增强免疫力啦。也这个维他命 C 啦，但是药剂师在提醒呢，维他命会当补充身体所需要这个营养。其实吼、哦，唔是安尼生啦。其实我拄啊讲，人啊吃的多，点着营养平均，你个啥物啊，你就补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晒一下日头，过去你甲看，过去粗粗人，真少参像即马咧工厂咧内面吼，佮吹冷气，对不对啦？寒个有这个暖气的，较早那有啦，较早都出门都风吹日晒雨压，对不对啦？就是安尼磨过来，身体就是安尼磨用起来，是不是啊？即摆你甲看，看袂到讲什么现代病、文明病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伊讲的孙阿娘，这是药剂师第一讲的啦。哦，维他命会当补充身体所需要这个营养啦。啊，这读的就是拢安尼，你学校读的嘛是拢安尼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进前教育嘛是拢安尼，是啊啦，迄嘛是为美国传来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无吃维他命，当时是上做的，嘛是后尾各国所做的啊，直直传来。咱台湾的这个医生啊，对不对啦？伊讲对于这个一切正常，啊，个时阵安尼啊，早困早起来来讲的时阵安尼，效果确实是无明显啦。哦，伊意思就是讲哦，那对正常人呢，当然无明显啦。哦，伊是嘛在讲安尼啦。哦，但是人去研究，敢抄你这个有这书安尼在讲的，对不对啦？嗯。而且哦，食维他命嘛爱适量啦，本来就是啊。咱中医第一讲的，吼、哦，
这个过与不及都袂使。所以咱中医在讲啥？中庸。咱中医一个人就是有中庸，那安尼生身体都会健康啊啦。所以偏袂使。咱中医在治病就是讲你偏这边，咱要甲挖过来，可以中庸，咱是安尼。但是伊西药是用攻的嘛，所以抑制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咱中医那是安尼，咱中医唔是安尼，啊，咱中医拢咧补不足的，拢咧补不足的，吼、哦，超过咱就甲调过来，吼、哦。那么，而且食维他命，嘛爱的时阵安尼啊，适量啊。实在是，你要讲安怎适量啊？吃的人有的吸收无同款啊，对唔对啦？有的欠多，有的欠少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啊里边啊，有体质无同款啊。有的食物件，就食食拢老老掉嘞；有的食食拢炖积条的啦。像安尼，你是要安怎讲起迄款安怎啦？所以阿洪殿下伫咧讲，那像有西医安尼死死吼，咱人都真害啊啦，啊！维他命伤过多、伤过少拢袂使对啊！啊，你想一个人咧吸收，你想，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哦，每一个人的吸收。啊，甲代谢拢无共，你讲对毋对啦？哈、嗯，啊，你要哪去摘啦？你要安哪去摘啦？是毋是伊本人上该知啊嘛？对毋对？啊、嗯，那么有些书嘛建议的，吼、哦，如果会当为蔬菜、蔬果内面啊来摄取有够的这个养分啊、哦，那这种的化学营养素真正的啊，佫是。少食较好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尾仔即句就是安尼，也是少食较好，也是阿洪拄仔伫咧讲的，三顿食迄啰上较要紧啦。你莫莫食西药啊！你讲啦，拢副作用啦，啊？奇怪咧，啊我安尼直直咧呼吁，啊大家嘛是安尼，你要安怎讲？你若是开刀这方面，真正你都爱找西医啊，你莫找。中医，中医无人开刀嘛，紧急的你绝对一定要西医，对不对？有需要处理的，你就爱西医处理，你就爱去找处理。那慢性病啦，还是一挂普通的，你就莫找西医啊啦。轻症的，你莫找西医啦。重症的爱手术的，你就找西医啦。就是安尼先安尼，吼、哦。慢性病的，你就莫找找西医啊啦，你就爱用中医啊啦。来听早你的身体，甲病来抵抗，安尼才有法度通治根治本。啊，若无你食西药是到尾啊，感官爆发啦，感官爆发啦，无可能讲西药你食着拢一世人拢平安的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因为呐，伊西药本来就有副作用啊，对人体本来就无好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咱中药无共啊，咱中药敢若食菜同款啊。吼、哦，咱虽然讲迄有做药啊。那是将到咱过去几千年来的这个经验，对不对？你啊看，即马当归大家咧提咧食算的啊，那对不对啦？你做啊看啦，啊拢过去拢咧提来咧做药啊啦，青枝嘛是同款啊，拢提来咧做药啊。即马无共啊啦，即马政府有人去，有人这个财团啊去申请的时阵安尼啊，病的时阵啊一般会咧保养的啊，你家想看麦啊？对不对啦？嗯，因为是安怎讲呢？因为咱中医是安怎讲？你刚才看咧落药啊，三粒五粒，其实红枣你甲看，大家买几罐拢嘛当食七套，啊是安怎中医无咧讲你会当食七套的无啊？好药啊，你甲看三粒五粒十粒，对不对啦？甚至骨髓二十粒，迄是咧做药啊，是不是安尼？迄就是安尼。医生爱看患者伊的这个需要，对不对？包括下这个药啊，同款啊，你爱食偌济，食偌济，你甲想啊。菜会当食较饱的，对不对啦？你甲想啊，药啊，你甲看，拢几钱
几钱啊，对不对？甚至有娘的，看情形，啊，啊，你菜话拢食几斤嘛是咧食，你讲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代志，阿宏定在节目中拢在讲，所以我定在咧讲，我感觉即马社会真奇怪哩。阿宏在讲这医药的顾身体，无啥人爱看。好，啊，若讲到政治的，讲到迄落个啊，安尼一挂迄落，我大家安尼，我感觉真奇怪。即马人就是安尼是，较早无讲，哦，较早你无看，哈、哦，咱的孙安尼。这个身体受之于父母，对不对？哦，咱爱顾，但即马哪有啊？啊，花天酒地，吼、哦，食即马咧推荐的，拢爱食偌好都偌好，你啊看，啊，都要什么五星级啦，哇、哦，什么，你啊看，拢安尼。你时代都变安尼，你要甲想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咱到这结束，期待下一回，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再见，拜拜。